那在这边我想，因为过去几个礼拜以来，其实我一直跟陈部长跟指挥中心都保持联系，希望可以尽快成立这个联合这个指挥所。那今天可以看到终于进驻，我是觉得已经慢了啦哈。那慢的原因，当然我想各界外面大家眼睛都很清楚，那导致慢的这段期间，我们的疫情是有下降还是继续延烧，大家应该也很清楚。那所以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，我不是很同意，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，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。例如说一开始他刚刚讲说这个哦，因为来往的人员复杂，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，最后还是筛检啊。你现在不是 PCR 还是要筛检，所以我不是要在这边哦发脾气或是什么，但是这个对我们在地来讲，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。我来理解，理解。你跟重庆放假去的，你解北湖。你从疫情到这阵，你有跟重庆放假去的百姓发发言无？有哦，无嘛？我无等我听你。你骗笑的嘛？会长，你刚刚吐槽你嘛？会长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们会长。啊，我跟你吐。会六，等你，哎，我们今天是中央跟。你有来发生事，你搞关心一下。有哦。会六，请问。你选举一届来几摆？你这样疫情，你搞来发生搞关心？会六，俺大家记得啦。